做啥也给我没关系啊。我现在只想着跟我老丈人媳妇儿在一块儿聊聊天，喝喝酒，享受每一天，哪怕是一分钟呢。小日本现在在研究一种炸弹，这种炸弹一旦投入到中国战场上，别说你薛一刀，就是整个中国也会瘟疫横行，永无宁日啊。有那么严重吗？老丈人，你瞎活呢。哼，可能要比我说的更加严重。你知道小日本一直想发展咱中国，但是发现有很多人在跟他抗衡，所以小日本就用残酷卑鄙的手段想毁灭中国。这就是抗联为什么跟他干的主要原因呢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哼，我佟老虎从来不说假话。不是说今天我落到你的手里了就给自己找个借口。你觉得你投靠了日本人就高枕无忧了吗？你就是个棋子、炮灰、工具，白金山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呐。城隍庙你还知道吗？一宿之间几十号人都死了，这件事儿你不会忘记了吧？那咋会忘了？那不是黑死病吗？再说了，这小鬼子也封街消毒了。哼，实际上那是日本人在中国人身上做的实验。一，跟我合作除掉录音口。二，做我的马路。真想起来了，我去过安泰医院，还真见过实验室。那个叫时间佳美的日本娘们还威胁我，说我要不跟她合作，就把我当什么马什么达来实验来着。所以说呀，小日本不拿咱们中国人当人呐，他们又岂能拿你当朋友啊？他们就是在利用你，当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他们想杀你就易如反掌。我好像听出来点儿，老丈人，你的意思是，是不是我薛一刀跟不跟小鬼子合作，到最后横竖都是个死啊？小子，动动脑子，我也是话已至此。薛一刀，你他娘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你他娘的给我出来！老丈人，咱不提这不开心的事了，你看我说咋样？我媳妇来了吧？哎，老丈人，急啥呀？你放心，你刚才说的话呀我都听进去了啊。这媳妇儿啊得我去接，咱们一起喝个团圆酒啊。Fuck 薛一刀，闭嘴。万森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不知道姑奶奶是谁啊？都咋的了啊？看见我跟我老丈人喝酒，你们都乐蒙圈了是吗？还没喝都傻了是吗？咋的？我媳妇儿不认识啊？把人给我放开！哼，薛一刀，你少他娘的给我演戏了啊！我爹呢？你把我爹咋样了？闭嘴！三儿，把人放了。哥，不如把佟老虎和佟小凤交给日本人，到时候咱还能领点赏钱。你他娘的听不懂我说话是咋的？啊？
这虎头山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把人放了。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？能不能？皇军不好惹，你要是不听皇军的话，背叛皇军，兄弟们都得死。我他娘还不想死呢，你们想死吗？什么他娘狗屁皇军啊！啊，在虎头山我说了算。怎么着，日本人给你们点好处都忘了娘了是吧？在虎头山得听我的。我看看你们哪个胆肥的敢动手，都一个我看看。我他娘听出来你是真不为兄弟考虑啊，那就别怪兄弟翻脸了。管三儿这个小子是个软骨头啊，说话两面三刀，有一天他肯定会烦你。咋的三儿，你是要带人烦我呀？反了，咋的？自己兄弟背叛自己，就如同割骨刮肉一般。三儿，面对这么多年咱们兄弟的份上，哥当年喝多了，把枪放下，把人放了，我饶你不死。你他娘还喝多了的，童小凤。我铁定了心思交给南野大佐，我他娘也想当指挥官。三儿，指挥官没那么好当的啊，别那么大野心，把枪放下，放下。本以为跟着你能好好的混出点事儿来，可惜呀、啊，你是井底之蛙，没大志。皇军是啥人呢？看看那气势，够大吗？小胳膊拧不过大的，对不住了，认命。兄弟们，南野大佐有令，背叛皇军者格杀勿论。薛一刀背叛皇军，罪该万死。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先把这个臭娘们给我毙了。是。现在开始，虎头山没他娘什么指挥官了。我薛一刀还是个胡子，不想死的，把枪放下。
我爹呢？老丈人在里面喝酒呢。你要是敢动我爹一根毫毛，我他娘的弄死你！丫头，爹，爹，你没事吧？易大没对你怎么样吧？他能对我怎么样？你咋来了？我来救你啊！你有事我能不管吗？爹是谁呀？还用你救？啊？爹，不用你操心。你个傻丫头！以前都是你为我操心，我现在也为你操心操心。走。哼，别动。要啥呀？把枪放下。放下！咋的？这就要走啊？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，总得唠两句吧。我之所以把你们叫来，就是想把话说透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我薛一刀这辈子没啥志向，唯一的念想就是娶你。为了你，兄弟也死了，我走到这一步，你总得给个交代吧。薛叶刀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衣服我都穿来了，放了我爹，其他的事情我们慢慢谈。丫头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爹知道以前逼你的是爹错了，可是爹拼出这条老命来，也不能让你再受委屈了，丫头。爹，这事我想好了。要不是我非要嫁给陆英豪，要不是我非要任性离开这个虎头山，说不定他也不会背叛你。现在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，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。爹，你不常说这人得认命吗？我认。薛月刀，我童小凤可以嫁给你，但是我不能嫁一个出卖自己良心、背叛我爹、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吧。我知道，在你们心里，我就是背信弃义的小人，在百姓眼里，我就是猪口不如的汉奸。我也明白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不死在小鬼的枪下，也会被抗美的打死。不过现在好了，
我跟小鬼子的样子算结下了。不管为了啥，我都会打鬼子。就算我死了，只要能娶了你，我也就瞑目了。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知道你心不坏，所以我今天能够上山。我可以跟你成亲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。说，啥条件我都答应你。第一，现在立刻马上放了我爹。第二，你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有良知的人，做点爷们儿该干的事情，给我投靠抗联，打鬼子去。放心吧，我薛一刀就再不是人，我也该醒了。我懂你的意思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好，那咱现在就拜堂。丫头，你可想好喽，啊？这可是你一生的幸福，丫头啊！爹，我想好了。抗联的人不经常跟咱说，要联合各个阶层的群众加入到抗日的队伍里去吗？我童小凤，你闺女，也想做一个巾帼女英雄，化干戈为玉帛。今天我想明白了，只要薛一刀真能跟我回抗联打鬼子，这男人我也嫁值了。这次是心甘情愿的吗？哎，丫头，丫头，哎，跪下，给我爹磕头。咱这亲就算成了。苍天在上，爹在上，我童小凤从今往后就是薛一刀的女人。只要他肯打鬼子，保家卫国，我愿意嫁这样的男人。苍天在上，爹在上，我薛一刀这辈子做了太多错事儿，打今儿起我要堂堂正正的做回人。打上来了。
今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这头咱还得磕。心愿失了了，你跟风，赶快走，鬼子交给我。如果我还有没有活着，我一定跟你老清清。哎，你小子，在我心里一直拿你当儿子看。如果你小子真能把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能做到的话，堂堂正正做个男人，这杯酒我回来喝。哎，放心吧，指定回来陪您喝酒。放走。爹，走走。可能凶多吉少，女儿要是有什么不测，不能给您养老送终，女儿下辈子还，下辈子还做您闺女。爹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，好好活着。爹，丫头，丫头，开开门。凡儿，这是干啥呀？出去跟你媳妇打鬼子去。Thank you.
刀，敌军被包围了，赶紧缴械投降。如果你肯把童小凤交给我们，保你不死。你姑奶奶在这儿呢，有事冲我来。东边小儿，啥是投降啊？老子不懂，我是胡子，我不懂啥是投降。要投降也是归人的你投降，想要你奶奶是吧？先从你爷家踏过来。一路啊，走开门路。够意思，够爷们儿啊！既然这帮畜生是冲着我来的，你赶紧走，照顾好我爹，他不能没有人养老送终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你永远是他儿子。媳妇儿，我也不能不管我媳妇儿吧？我薛一刀这辈子就盼着能和你在一起的，今儿老天睁眼了，我乐还来不及呢，哪舍得走呢？道哥，拿着，媳妇儿，跟他们拼了，杀一个赚一个，能和你死一块儿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不能倒下，鬼子还没杀光呢。这帮瘪犊子，来呀，来呀！媳妇儿，能活多少还没说。
我童小凤从今往后就是薛一刀的女人，只要他肯打鬼子保家卫国，我愿意嫁这样的男人。苍天在上，爹在上，我薛一刀这辈子做了太多错事，打今儿起我要堂堂正正的做回人。先进去，你在这进行大部队，按计划行事。听着爆炸声再行动，千万别随意更改计划。是，走。注意安全。同志们，快把衣服换了。马队，我跟坤呢，所需给我多个的。特别检察チームで。安全を検査して。あ、失礼します。証明書をください。吉田、車庫が厳しく、ルールの違反はない。最近、怪しいものはいるのか。いえ、ありません。長官、ここは全部で3階で。地下にも側溝があります。ご指示ください。ここは必ず厳しく守れ。これの奴にバレたら計画が世界に出られるでしょう。ご安心を。そうはさせません。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んです。あそこは何？長官、地下へ入り口です。バカだ、お前は避けてよい。はい。再往前走应该是安泰医院了。把安放炸弹的仓库跟医院连一块儿，鬼子是要在这儿组装啊。咱们得尽快找到储存炸弹的仓库，否则等他们全安完了，咱们生存的机会就更小了。
待て。どの部分だ。大佐の命令がなければ誰も入れない。参謀長の木村だ。南の大佐の命令で安全視察に来た。取材します。こっちの管理です。ご指示ください。いいところに来た。弾薬そこまで案内しろ。そこの安全を確認して大佐に報告するんだ。はい。どうぞ。長官、こっちは弾薬部です。なぜここの弾薬はこんなに？組み立ては別の底にあります。そこを案内しろ。はい。待て。